近年来，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，以及用户对生产交付要求的提高，我们迫切需要在生产车间建造一个自动化力库，来提高存储量和生产效率。然而，生产线旁边的场地面积非常有限，高度也只是普通车间的高度。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建设高自动化、高存储量的仓库，也让我们进退两难。Dematic 所提出的高度自动化的 AutoStore 系统解决方案，既满足了在有限空间之内对高存储量的需求，又满足了对高自动化的要求，同时项目实施周期极短。 AutoStore 系统建成后，存储量提高了3倍，货物出入库快速准确，检选效率显著提升，出入列也明显减少。